对于生存在我这个时代的人来说，荒诞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。像是君父强娶心腹，臣下刺杀王上，佞臣残害忠良，多到都不能够得上荒诞标准的时候，弑君弑父，好像就没那么令人啧啧称奇了。在天子朝堂，诸侯们毕竟只是诸侯。嗯，我知道你们管我们这个时代。 叫做战国。康宫十九年，知府才艺中的一簇剑光，划开了这纷乱舞台的帷幕。妹妹，快醒过来！阿慈，父亲气息奄奄，恐怕时日无多了。你要是再不去看他， 会留下终身遗憾的。可是父亲今天就要把你嫁出去了，婺儿从不出嫁，父亲他……傻妹妹，这是约定好的日子，凭你我之力能改变什么？我不甘心，快去大殿吧，我在那里等你。 王姬请留步，大王身体不适，需静养。大胆，是谁的命令？竟敢阻我监？王姬请息怒，田侯，这一切也是为了吾王。田侯这是要造反吗？田侯有令，还请王姬大人不要为难我等。哼，我倒要看看。 杀了父亲。
我做了什么？ ，阿紫已经被填尸带走。好在双剑还在我身上。哎，里面怎么那么乱？啊，是住口！不许叫我的名字。你手上捧着的，哼，这也是父亲的东西。父亲要带进坟墓里的宝贝禅意。王姬大人，您可不能啊！这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吗？ 这里，阿紫，我该怎么办？我杀的明明是吞噬活人的怪物，怎么会是……这一定是田氏搞的鬼，我去找他说个明白。傻孩子，他们现在已经把你……快走吧！不，我要阿紫和我一起离开。父亲要我嫁给田侯，我不会有事的。你就从这口顶去往屋顶处，那里没有什么看守，要记住，活着，活下去才能。 Yeah.
春秋时期，齐国晏婴曾预言，齐政足归田氏。但是齐国姜氏国君不以为戒，沉溺酒色，不理朝政。康公十八年，齐王姬即将背负弑父嫌疑，长公主舒姜也沦为田和之志。舒姜劝其妹求生，以图来日。 仓皇出逃中，见到几个不应该出现在那里的面孔，揭开了疑云丛生的篇章。田氏派出重兵四处追凶，广发通缉，令曰“格杀勿论”。即将在逃，田和孔生便数未公告天下康公死讯，世人愚钝，或不明就里，或已归于田氏。 是谁用古神之血唤醒了我？是我的血唤醒了神尊。我是齐国的姬姜，康公之女。齐国的王姬果然继承了古神血脉，难怪你能驱使识破。寻常人使之，只能当兵。你说我的双剑，这是我幼时抓周所得，之后就一直带在身边。这古玉所制的神剑。 你如果好好修炼，必能发挥更大的作用。此外，我再赠你一柄神器，这赤霄乃是我当年射日的箭矢所炼化而成。你可以用以平天下，安，这是你的使命。原来是射日的后裔，承蒙亲眼，交托大任。可是我不能，我明明杀的是世人的妖怪。 怎会是父亲？阿紫也在他们手上。我要找出真相，我要回去救他。那你有何打算和筹谋？我在齐王宫依稀见到了三位我只在书册和画像上才见过的人，他们应该不会出现在人群中。他们一定知道什么，我要去找他们问问线索。现在的你，无论是身体还是心性。 都太弱小，去凡尘俗世中历练一下也好。拿上你的兵器，快去吧。离开这里之前，先去见一个人，他能助你事半功倍。多谢，告辞。 早已立下重誓，再不铸剑，你请回吧。我不是来求剑的，后羿前我来求你指点迷津。后羿，你手里拿的莫非是赤霄？正是，方才后羿所赠。你这么个小小的女娃娃，看不出来这天地间有很多洪荒之力，可以用来锻炼肉身与兵器。 那边上的魂灯除了恢复状态外，也能助你提升能力。是，我记下了。
是不是我的错？你是什么人？怎么会来这里？灵姿即将，齐国的王姬，我也曾是君父的掌上明珠，却意外早夭。我不甘心就此只能化身为鸟，一直期盼能重生于人间。原来你是炎帝之女。 说起来好笑，我从小就很擅长的奔跑。出生起，我就没有离开过宫院。但是齐国比我想象中要小很多。就在我厌倦了漫无目的的寻找时，在边境大营的经历给我带来了一线光明。宫院里出现的蒙面将军，就出现在这里。 你说啥？这是我阿娘给我起的名，之前因为避讳齐桓公才不要。嘿嘿，齐国现在的太公姓田就此恢复使用。姜氏哪有那么快倒？听说宗室已经起兵了，哎，通缉令在我这儿呢。这位朋友，你怎么看？啊，我吗？上头的事儿我怎么知道？我要见将军，你们知道他在哪儿吗？ 这会儿没见着，在大营里面吧。搞不好就……哎，那人是……不，知道啊！我的呀，你快查查通缉令吧，搞不好就……
坏了坏了，刚才是你放走了通缉，田将军一定把错算在咱们的头上。你胡说，是谁扰乱了我的营帐？将军，大闹军营的好像是江氏的通缉犯。全军听令，给我把他抓出来。其实我们可以把他引到那里去，只要将军看不见，你就没关。你是说？不要了吧！只要没人见过他，就不是你我放的。
笑。小娃娃，你白白送死。没事，那个时候那一刀刺得好啊。哎，父亲不是我杀的，你明明看。差不多到了黑夜和白昼的交界，分辨何其大雾。哎呀，别闹。听说康公子的时候武将军也在场。嘘，那样的结果太公一定很失望吧。我们永远也没有再见天日的一天喽。将军为孤打下的这一片江山也要父子黄土。
有何事？武将军竟然被一个姑娘挫了锐气，现下正前往石海山，若是被他登上山顶，让他去吧。若是那姑娘果然厉害，且慢，你认得我？尊驾何人？老夫乃晏婴是也。原来是绝庙堂之高而又其名的晏大夫。欲为君父除弊事，肯将韶华惜残年。老夫知王吉此行必有意，只是前途凶险，老夫愿效绵薄。老夫可教授王姬炼化血脉中神力之法。多谢眼相。别去了，这里是魂魄的归宿。除了他，
没人能证明我的清白。既然你这么确定无疑，你心里也有疑。齐康公的作为无法与田……我没有杀死我的父亲。小娃娃，我没有杀害父亲，我没有。这座尸骸之山，就将军的那具尸骸被我打倒，他的灵魂就此失了居所，眼看着就要被自己造出的尸骸山吞噬，他的魂魄自动选择了投奔我。你又回来了，是想通了，要放下仇恨，投身大义了吗？我去了边疆大营，见识了那里的乌烟瘴气，也见证了沿途百姓的颠沛流离。这一切都是田氏所害，所以我要证明我的清白。这既是私怨，也是为民除害。世间一切皆有因果，并人心乱，
天下才乱，人心安，天下皆安。人心乱，也是这些奸佞小人贪得无厌所致。并非全然如此，伍子胥也是一代英豪。若非他自己的执念，田氏又怎能驱使得了他呢？说起伍子胥，你看这……这确实是伍子胥的魂石。魂石？具有异能之人，死后神力不散反聚。你得了伍子胥的魂石，便可以借用他的力量。可我并不想要他的力量，我只想从他口中问出真相。我要再去寻那另外两人，我不会放弃的。季江，是你吗？是我。这里自古就是禁地，也只有你会来，只有你能和我说说话。你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呢？去外面的世界看看。我不敢，我幼时跌落海中溺亡，却一直不甘我的魂魄化身小鸟，想要填平东海。我只是恨我的早夭，让我无法再陪，但是我却做了那么可笑的事情。如今炎帝后也已去，你们不是可以一家团聚了吗？本意如此，可是数年前天河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，在人间和黄泉之对人间留有执念的不少怨魂都趁机而出。不知道是不是我之前的怨念太重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去。又是那天河，如今我只敢守在这里，生怕恍惚记得很久前听前辈老人们说过，田氏在水岸边修造了一座别院，很多宫女歌里都被圈养在那里，成为士大夫们手里的玩物。虽然有些不可思议，但是我在父亲死的那天见到的征书，也有传闻说他在这里出现过。进入这样一座毫无戒备的宫院，实在不是什么难题。
请问，你居然看得见我？你是谁？为什么到这里了？刚才进来的那个人，我是他的随护。是吗？也是来寻……那你也快进去吧。他们摆弄这块石板已经很久。要怎么做？你不将这是此处的布局，用石板连通那些闪光的房间，才能打开封印。那我试试。喏，这块石板给你吧，我留着。还愣着干嘛？那些闪光，找全所有的石板就能通往。多谢指点。左侧高台通路已经洞开，您为什么总盯着无畏？看一眼少一眼，如果有无法去到之处，还请您指点迷津。石板，没错，正是。慢着，石板中似乎存有一些。兄长，你听到那个郑国太子说了什么？这可恶的狂声说，人各有偶，其大。他这是向父亲拒绝这门亲事，难道说我们两人的事情如此隐秘，不就算有流言，也不会传到父亲耳朵里？兄长，那我们以后……那是自然。你真美呀。呸，哪有这样夸人的。我就算是妖精，也要做蜘蛛精，蜘蛛秘密情思。看来这对白衣男女是齐襄公与文姜。这石板中怎么会有他们的影像？
遣人杀了我的父亲。不是你说他发现了我们的事斥责？可是本是我辜负。他若不死，传扬出，放心吧，齐强鲁弱，我有何颜面？那正好，你就留在我们，又可以朝夕相对了。是，兄长。